就是要看状况，你们就看，就是说要看状况，你们就看，丢了，就是业力越好，对，它没有那种，如果有蓝的，就是要被，马上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
你们站在这里的后面人看不见怎么办呢？没有人看的，因为他站在那比我们多。他们后面还有座位哈，还有人哈，这样子大概看一下，会有一个特别白，这样知道吗？他就是做缠绕，哦，他就去把它绕出来，让它不要那个白块不要去溅到染料，所以它是用绕的，所以它出来的是很亮的吧？啊，你们这样看，你们就可以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们这边的同学也要稍微看一下，这样知道了哈，我们都要这样子看哈，它不是扎很紧。所以它没有那种蓝白对比到位啊，所以它是有那种水蓝色的味道出现啊。那超避光那个它就会蓝白对比，所以你们现在要会学会看，所以学会看了以后，你们才知道，哎，我裙子上面该怎么做，我裙子上面该怎么做。它有几个图案，它绑得很紧啊，它绑得很紧，所以也会有白色的显现，有没有？它也有显现出来哈。但是你如果你没有做这种，就会有对比出来。但是呢，它是没有像你们做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它把它缩小缩小，这样子来显现哈，这样子也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可以看出来哈。但是你也是还要再拉紧，好，还是要再拉紧，让它那个蓝白对比会显现的更厉害。来，你的要再加油，好。你还是要再加油哈，因为你中间的图案是完全都没有出来，但是你有去做这种缝扎的图案，啊，但是手劲你们没有到位，所以它的图案不会显现，它不会很明显。这边翻过啊，一样。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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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你的颜色应该，这太快色的都离得远了。应该没有这种事，哎，有啊，可是你明显你干的吗？全干的吗？你这边全干的吗？哦，那这就正常，那就这样会。你还如果还没有正，还没有全干，那你这边会有一些，还没有全干，它的颜色就会那样子，会比较强一点。如果全干全干的话，这个谁就是你的好了吗？还有谁的好的？颜色缝都可以啊，用什么颜色缝都可以。啊，对不起，在那个，我想，缝子。哎呀，那个，我去套那个外头。现在套的那个缝子。要里面吧。老师要边做上要不要戴口罩？今天都不要提早走啊，所有人都不要提早走，不过跑来都是场地啊，因为这场地现在还要那个三个桌子要回去。你的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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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车
Thank you.
台湾大道旁那家吗？我知道那个，他在台湾大道。